各位同心，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大三格林讲师演讲，请掌声欢迎，谢谢。另外这幅图看过，举手。看过，看过这一幅画的，有没有曾经看过？没有哈、哦。猜猜看这是什么时候的画？猜得出来吗？50年前，100年前，外国人画的还是台湾人画的，还是中国人画的，还是日本人画的，哪一国的人画的？外国人画的，安那看？样子哦，啊，佮有其他人有其他想法无？哦，啊，当什么时代？18世纪哦，18世纪无安尼画，这是属于对18世纪，嘿。无啊，够进前，无啦。16岁更加修早去啊，400年前、400-500年前诶，无可能啦。这文艺复兴，哈哈哈哈来，安尼表示一件代志，台湾人艺术教育有问题，咱拢无艺术教育啊，所以无法多下判断了。啊，有人在讲话是吧？来，我上课的时候就是安静上课，哦，要沟通，下课或者出去外面沟通。我课跟其他讲师不一样，我要求安静，所以因为我的课需要思考哦，来思考很多的思考。那这个时代哦，差不多在80年前，你有没有听过反骨？哦啊，反骨来听啊，反骨啊，古已经80年前嘛哈、哦，反骨是个耳朵来的呀，还在哈、哦。哎、啊，这个人是他的室友，叫做高更，有听到不？高更有听过吧？哈，好，高更画这个画，哎，你知道画家哈在赚钱的时候哦，就哦被假画，对不对？啊，图卖不好就没有钱，对不对？钱开料啊，都在裸片，对不对？画画颜料都越来越省。啊，可是这个比较聪明，他赚到钱的时候，他做一件事情，他搬到大溪地去住。大溪地在哪里？知不知道？大溪地，太平洋中的一个小岛。不是南美啦，在太平洋中的一个小岛，哦哦，太平洋中的一个小岛啊，这个岛上一搬去要日子就好过，为什么？从欧洲带钱去嘛，啊，钱个大扣嘛，哈、哦、啊，所以他当天从早上到晚上三顿都没欢乐，啊，弄个个好塞，啊，个美女在旁边服侍他，过得好像天堂一样的生活，对吧？当然都是被偷这些嘛，对吧？是不是？啊，大家有怀疑啊、哦，今嘛惊了哈。人家讲师问的问题都不能随便回答，假贺都是安呢，啊，假贺假情调，结果他画了这幅画，照理说了，活在天堂里面的人应该很快乐，对不对？无忧无虑，应该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啊、结果以维基百科有一个题目，你猜是什么题目？哎、欸，不是上面资源回收人不会问的问题，是下面这个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1897年。咱对倒来，咱是虾米人？咱要往倒去？哦，咱是虾米人？咱即阵伫遮创啥？咱要往倒去？过去咱台湾人拢袂问即个问题。有头前去一碗饭食着，穿饭安食着好，会当好过安着好啊。台湾人呢，过去是安尼呢，即阵嘛是安尼呢。当时会去问讲咱过去啥，即阵啥，后摆要去对，毋捌问过。所以我讲顶管讲啥，资源回收人不会永远不会问的问题，资源回收人。是我3年多前在那边演讲的时候 ，coin 就是创造一个新的名字叫 coin 的 new word new term 叫做资源回收人。什么叫资源回收？资源回收知道什么东西吗？哎、欸，我就要讲一个故事，就是哎、欸，你有资源回收吗？塑胶类啊、纸类啊，拢分归嘛，对吧？资源回收，还、啊、是但是不管怎么回收，拢是粪扫，对吧？嘛是粪堆的粪扫嘛，对吧？我今天在讲粪扫，来，人类哦。从很久以前，有多久？人类历史只有6万年，今嘛活在世界上的人类只有6万年，熊炸，可以追回去6万年而已。那熊哦，贵要找你山顶洞人不？一关狼今嘛都不存在地球上了，找不到他的后代了。今嘛唯一生世界上人的 DNA 600年前对对话出来，但你我讲，但是一开始四五万年以来，人类大部分都做什么代志？而且部落形式，部落是怎样？部落就 tribe， 英文叫 tribe， 部落了，哎，
部落是什么东西？你敢知？就是村庄是什么东西？啊，群聚是什么东西？你敢要讲迄名词？迄名词的意思是啥？群聚，什么叫群聚？啊？同一组人，不一定同一组啊。哦哟，很多个家庭合作会啦，家庭啦，因为共同的狩猎范围，还是种植的范围，还是有水水源的所在，合作会带到顶，有大有水，啊，有水了，几个家庭尔，会作为只几个家庭，不一定个部，不一定族人哦，不一定族哦，无甲族族算大个啦。啊，部落愈济，啊，部落甲部落小拄着安怎？不一定相怕，或者夹骨较大个，对不？有的是和平相处，都变落愈来愈大，大则无人家己欺负嘛，对不？啊，哪个小就安尼小台拍来拍去，啊，拍一阵会做啥物代志？把人家头砍下来哦，全杀，全抬，抬到一个拢无剩，亲戚流拢个抬个了，老弱妇孺拢个抬死，死光光光。但是安尼顾起来唔对呢。我把人抬了，我的土地变大，对不对？资源变丰富，但是我人变少，安尼敢对？所以想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这个照片看过没有？就是把甲恁较老、较巧、较勇的再抬啦，啊，那是老弱妇孺留下来了，留来创啥？繁殖，不一定要爱你的种啊，拜托啊，你的种不一定好啊。每天辛苦工作，然后吃饭、睡觉、唱歌、跳舞，时间搞来跳嘞，做奴隶啦，把你当奴隶嘛，对不对？啊，你都替我尽走的后嘛，啊，我就是永远是统治者嘛。我跟你传宗接代，你凭什么？你位阶太低吧？你是奴隶，主人不会跟奴隶传宗接代的嘛，对不对？啊，你生出来什么境？杂境啊，对吧？愈来愈害嘛，因为观点啊。以前就这样，我不会跟别族的人乱通婚嘛，一定是本族愈来愈多嘛。啊，你把族来的做奴隶嘛，在永远在社会阶较低的所在嘛。安尼，过去就是安尼，对吧？台啊，这个，啊，我看这是非洲一边的啦，吼、哦，啊，这位是埃及的，哦，不同的部落。啊，过去吼、哦，小台医生啊，部落战争在征服对方以后的统治手段是什么？不是个高压一些形容词啊，你要具体内容啊。咱即马来民进党讲话来讲要具体，不要用那虚幻的名词，叫做宗教语言姓氏、宗教语言那个啥，上面叫宗教。过去吼，在我举个例子，刚才在非洲那个迄个埃及那个地方吼，尼罗河，哇，尼罗河上出名的是鲑鱼，所以百姓就是鲑鱼的姓。甲烤鱼的神拿出来，要小台进前哦。啊，另外一个拜的是本溪镜，眼镜蛇啊，把眼镜蛇的神拿出来，小台进前甲眼神拢搬出来，啊，开始抬，抬了赢的，譬如讲是鳄鱼神赢了，啊，会做什么事情？叫你甲恁的神摧毁掉嘛，当场烧掉嘛，恁的神较傲嘛，怕袂赢嘛，你搁拜种啊？而且你即马变作我的奴隶了，你我哪会温存你搁拜你的神？无可能嘛。你如果拜你的神，表示你有意心嘛，你想法跟我不同嘛，我那不准你拜嘛，所以一定会摧毁掉你原来的宗教，对吧？宗教一定来摧，叫你来拜我的神，对吧？啊，过来呀，语言，我不温存你个讲，你较在无语言嘛，对吧？你哎、欸，你们家请佣人，干嘛讲你都在学的话，没有啊？伊都在学咱的话嘛，是不是这样子？那个还是雇主雇员的关系耶，啊，你做奴隶那不更惨？我绝对无温存你个讲你过去的话嘛，你来你就是阮家的人嘛，你是阮的奴隶嘛，你学阮的话嘛，就是安尼。改你的语言，过来姓氏姓啊，啊你哪个留你本来姓，你表示我跟你无同款，阿伯一定会起反叛之心嘛。哦，原来我的祖先跟你无同款，要换嘛，所以改你的姓，改氏姓，这是过去台湾人做的代志。中国人支那人个台湾官两百几档，都是做这件代志啊。改你改你的宗教啊，改你的语言啊，改你的姓啊！你唔敢讲台语讲客语，这就台湾人话，唔是啊！这嘛唔是咱祖先的话，等下我讲较清楚。你的姓嘛唔是你的姓啊，咱不得高耍做个白波做后代啊，那我就讲姓，因为为中国传来啊，改你四姓嘛，四姓嘛，征服你以后四姓嘛。来，这简单的历史，咱的过去就是安尼，不来。四万年前到台湾这头地，我等下会讲更仔细哦，科学证据哦，叫做部落形式，
啊，那生存好几万人了，我成立大都王国，台中一百个所在。啊，过来，直到最近几个世纪，十五、十六世纪，日本人来啊，西班牙、荷兰、大清帝国来给咱殖民，对吧？下面一个殖民地，你知道？没有错，叫掠夺者。上面一个掠夺者，我光举个例子，看丑陋哎哈，都是男生对女生有性需求，但是不要跟他结婚了，很丑陋哦。那就是殖民者对殖民地的做法嘛。我就要你的资源，但是我不想出了事，我不要替你负责任嘛。过去，嘿，咱的迄个美国哈，迄海军交给咱的屏东外海搁浅啊，船员跳逃到岛上面啊，咱的高速走廊跟弄中台啊。台了后，因起一个美国跑到大清帝国去抗议。恁的人搞阮那咧台，你来赔钱。啊，你在大清帝国迄阵皇帝讲啥？这是化外之民呐、啊，不归我们管的啦。罚与不罚，由贵国制裁之。有听有？要罚要台，谁在你啦？这不是阮的人啦。啊，就表示伊无甲你接受来当做伊的人嘛，叫做殖民地啦。殖民者对殖民地都是安尼，你有资源我甲你摕甲了了了，袂替你想啦。这过去殖民者对殖民地拢是安尼啦，所以我讲的用一个粗鲁的比喻是这样嘛。但是这殖民地内底有殖民者互相之间买羞怕嘛，啊，上大声的迄个去，谁人？大日本帝国嘛，打败大清嘛，甲关照嘛，啊，大清割让嘛，对吧？割让土地哦，大日本帝国嘛，啊，摕手到以后，伊即个唔是哦，他这次真的要结婚哦。你这男生追求女生结婚要怎么样？送她花，请她吃饭啊，把她打扮得很漂亮，最后结婚，对不对？一样，五十年对台湾就是这样，就建设台湾嘛，花很多钱在台湾，甲你盖也要讲伊的语言嘛。啊，台湾过去都大清统治的很落后嘛，啊、大日本帝国还短时间变成帝国水准的生活方式，俗相拢盖，语言嘛盖，姓嘛盖，对不对？皇民化就做这个动作嘛。最后，1945年4月1号实施大日本帝国宪法在台湾，对不？黑什么意思？黑就是结婚呐、啊。结婚的意思就是叫做永久性的系统改变 ，permanent change，permanent 就是永久性的。过去黑种 temporary 就是暂时性，暂时性、啊、殖民地就是暂时嘛。你有聊一种我就来偷，啊无我就来单杀，就是安尼啊。一个殖民地啊，我就干换换一个较肥的，对不对？就是殖民者对殖民地的手段，东西安尼，哪个地方都一样了。搞不一样，大日本帝国这波赶快，真正来建设。把它做得很漂亮，最后宪法实施在台湾以后，就表示你是效忠天皇，换取他对你的保护，就是这样，就是婚约嘛，就是婚约，这个有一个合约在的、哦、啊，但是有人说、欸、啊不是啊，你说结婚啊，但是现在想到是以前那些杂不过照来，结果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倭国大日本帝国战败了，对不对？输给谁？美国啊，美国就要求叫过去给你找台一查甫，佮叫回来一届，佮给你找台一届，这不对的嘛。所以咱尽管透过法理把这一群中国的流亡难民赶到回去啊，赶走一阵，还佮黑心苗有人不爱回走一下。我有一个名字叫做愚虐啦，观点不愿意改变，就产生所谓的愚虐。佮在我们是大清打败大明，对吧？啊，就有人要反清复明，对吧？啊，就往日本来个反日复清，还是复中，对吧？就是安尼啊。但是咱即个个无相关，迄是过去个殖民地轮流，但是随在人，起码是结婚嘞，就是永远的一个记录啊。但你话如讲如党哈，这个过去就是用姓氏、语言、宗教啦，透过媒体教育给人改。来，你几岁？起码吼，咱这时间吼，这个现代的人都是讲究证据。啊，这阿公死啊，要宅上几个月，就要老相，啊，大家惊孙笨笨的，对吧？啊，突然间冒出一个人讲，我嘛是你那阿公过去生，华靠逃生，哦，啊，你怎么随便你讲讲？你要证明嘛？哎、啊，通常用什么证明？啊，你拢宅啊，你起码拢宅，用 DNA 的 DNA 起码吼没遐久啊啦。美国的方法用 Q-tip 棉花棒在口腔里面刮一下，还、啊、送到实验室，两天就出来了。几亿对的那个排序的那个几百万对几千万对的染色体哦，就出来了。那个基因排序哈、哦，啊，你知道狼跟狼传宗接代过程会做一件事情，染色体会复制，对不对？所以你囝在谁做，要不然像爸爸，要不然像妈妈啦。
啊、如果像别人的就奇怪了，对不对？那就是染色体复制的结果，哎，在哈，啊，染色体在复制的时候会产生突变，突变就是哎、欸，有时候没多好，因为遐长嘛，会去绕高给，还是跳起来，还是变起来，那叫做突变的基因。突变的基因就好像一个记号，一个 sign， 所有你从你这边生出来的都带着同样的记号，啊，你就知道它是相生，是可以倒追的嘛。所以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有听过哈，很有名 Discovery Channel。因为有钱嘛，因为做几个 project 叫做这个，这 Dr. Spencer 就做这个博士，就做一个研究，最后把全世界的人类怎么来的找出来了，厉害哦！全世界抽样样本空间71万，基本上一直在增加。你只要拿$1000把它寄过去，把你的口腔的棉花刮一刮寄过去，他就告诉你几分之几的什么人什么人什么，这个科学证据啊，括号禁锢啊，下面下一个 A 哈、哦。啊，这个痘都围出来哦！全世界抽样，那 B， 那林妈咪做的那是加南岛语系，一对全世界哦。啊，所以最后测出来，你也看这痘有没有箭头？箭头就是最后到的地方。啊，中间是路径。啊，你看南美洲、北美洲来对不？啊，北美洲的人对都要来，乌亚洲来，乌蒙古家来对不？要看没？你们会看箭头啊，不同颜色对不？都有一个箭头嘛，有的箭头呢啊，各位啊，你看狼对都要来，你要看呗。所有的箭头都来自于哪里？非洲啦，6万年前非洲，所有现在活在世界上的人类，熊原本都对非洲造出来。6万年前不知道什么理由，狼对家出来，跑出来，有的往北到欧洲，有的往这边，往这边。啊，我人讲。啊，徐老师，我靠，有兴趣，可能是阮台湾人，咱台湾人对都要来，对不对？你讲其他人，趣味趣味啊，但是我想要知我对都要来，对不对？好了，来，从非洲出来的哦，有没有？啊，招一对南叶门，叫我姐收集一个 M174，M174 这边有定义的啦，哈，下面一块呢，可以科学证据定义哈 ，M174招南叶门出来的哦，过鬼一阵子到哪里？印度南部，过来招一对，也要看诶，会不会看地图？马来半岛对不对？爪哇马来半岛家啊，过来呢，招队啊，招来台湾了啊，台湾料招队，日本了，警告日本了啊，日本过来再招去，那阵没有韩国了，那基本上是讲在几万年前嘛，那阵就是朝鲜半岛的北部接收在啊，过来招队，招去所谓的中原地区对吧？啊，中原地区嘛，贵啊，艰难喂，我有没有从？欧洲才走来，有啊，有一支对吧？有蒙古下来对吧？有啊，才有一支嘛对吧？啊，才有印度起来嘛，有中东才来的嘛，有无？走遐嘛？这时间点是，这到2-3万年前，咱是4万年、2万年了，因为这边开始有很多人走来，所以中原地区这土地真大片啊，啊，真侪人来的遐，所以谁是杂种？算是杂种，对啊。住在这土地顶管的是杂种啊，因为好几种人染的遐，染遐在加班尼是不是杂种？迄阵韩国人讲，我是中国人祖先，中国人气到要死的，有影无影？啊，都有影，你看这就知啊。中国人是不是从韩国去的？是不是？这、欸、科学证据呢？科学证据呢？是不是？是啊，啊，韩国人对到去，日本去的对吧？啊，日本人对到去，台湾去的啊，啊，台湾人对到来。马来半岛家啊，马来半岛对到来，印度啊，啊，过最后会做去啊，还要讲，这个科学证据，我都和你青菜讲诶，你外国就是外国，外国有一次啊，所以像都来给咱摆，中国人都来给咱摆啊，以慎终追远追到台湾呐、啊，不是台湾对到遐去呢，人是对咱家去的呢，还、啊、知无？这个科学证据，这不是随便用编故事给你骗，讲咱人对下来，不是。这个科学证据，所以这个 Dr. Spengler 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伟大的历史故事是记在我们的血液里面，所以你如果去拜中国人做你的祖先，你就不会做了对吧？对不对？每一次清明节你去拜中国人慎重做你到中国，你不会做了，不会什么做，不会你四万年以来祖先现在怕到了，你中国人，你台湾人要禁锢嘛，我跟你说禁锢这些
清清楚楚，我都好，你现在讲，我底下讲三四当啊，伯杰郎，你来要反驳，你拿科学证据跟我反驳嘛？对不对？你讲中国人都要出来，啊，你讲一个禁锢嘛？无啊，讲不出来嘛。所以这是一个假的语言，中国人这是概念性的语言，没有真的这种人啊，你定义不出来，讲这个中国人的血，我跟中国人开杠给哈，我讲啊，你讲你中国人啊，中国人是什么人？我讲汉满蒙回藏苗人，我有四十几千人。我讲哎，这个是中国人哦。他讲被一个被他冻没掉，讲应该是汉人才是中国人。我讲好啊，你总算说出说啊，什么是汉人？你跟我听过来，阿哥讲不出来，因为你定义不出什么叫汉人的血裔嘛。那台湾 A B C 式的血裔是定义的出来 ，define 出来，就说机关会有机关物件啊，也是台湾人 ，A B C 式的后代。但是伊个人滥想侪啊啦，滥个几啊万年了。哎，找不定义不出来什么叫做汉人，定义不出来什么叫这些种的人，你知道吧？南乡故居啊，你不要以为你讲台语你有变台湾人，变福建来，不是哦，那是语言嘛。所以到不要一共好了，没有中国人啊，也没有汉人啊，啊，我们都是华人。我讲上面叫做华人，我讲啊，都讲会讲华语也讲中文就是华人。我讲啊，来讲英文的叫英人，哟，啊，会讲话叫华人，不对嘛。所以你是什么人，不是因为你讲什么话，但是咱台湾人想讲讲什么话就变什么人，对不？我讲福建话，我讲福建人；我讲客话，我就客人。胡说八道！你内底老的血在告诉你是什么人嘛？结果咱的血抽出来，你妈的医博士去做些研究，就是哎、欸、啊，那个那边来人无同款。啊，我们医院一看他等于做抽血中心抽出来，干嘛？哎、欸、啊，同款，你讲白白是款人啊，结果那对不同的疫苗有不同反应。对不同的抗体都不敢看，那就是咱是本土本地的，只高速做个北部做外后代嘛，底下生团四万年，我们四万年在这边生团，咱是中国人的祖先，伊都爱给咱拜，不是咱个拜，这样知道了哈，这样清楚，这个很重要哦，啊不过去咱用各种构树去骗，相信这个虚假的神话，而不是基于科学的证据嘛，还在哈，来过来。这个图也很容易看呐、啊，我来讲，你讲徐老师，哎、啊，这点人是哪造？其实你去看 Google Earth 哈、哦、，Google Earth 有看过无？这款你有看过？啊，这款有看过哈、哦、？Google Earth 有些浅蓝跟深蓝的时候，在无？浅蓝其实哦，过去哦，用行路，它那个海水没那么高，人类用走路就从非洲走到南美洲去，用行都会使。啊，所以呢，那你做先过去做一件代志哦，啊，这是时间点哈、哦。这是六万年、五万年、四万、三万、两万、一万，这不是我做的、啊、国家地理杂志做的。哦，我不要搞哦。啊，这地方六万年前的造出来对吧？五万年前啊，四万啊、哦，这个欠的啊，到深蓝色已经一万年前了，一万、两万年前左右的人，所以在中国也是后来，不会溜不会溜的人，那你惊孙辈啊？哈、哦，所以一尊哈，再讲一个故事，那时候在。欧洲南部很早期，因为考古学较发达，所以他在法国南部挖到那个洞穴，洞穴里头哎，找到这块物件嘞，一个叫碳十四半衰期，用这块来测量，迄阵的迄碳吼，经过一个时间会半衰，啊，你个久了，你也知影时间点，这个在考古里面很重要的一种工具，测量东西的年代，啊，一看到在多，这个测量结果是三万两千年到三万年前。三万几年前的人画马，画个遐水，画迄个，你看，你啥？这家里啥？这那是大象，这那是猪，恁这都唔捌看过非洲的犀牛啦。嚯、哦，猪都跑出来了，犀牛被你叫成猪，他们就赢了哦。这马啦，啊，这犀牛啦，啊，这样，老虎、狮子嘛，哈、哦。狮子啦，不是老虎啦，狮啦，这母狮子啦。啊，这欧洲人欧洲这哦，我们是人类祖先就欢喜耶，对吧？对啊，啊，其他地方找不到啊，因为考古开发的结构上，最近在印尼挖到四万年前的壁画，啊，表示啥？过去你讲的考古迄进古迄假嘛，你编的故事讲欧洲是人类祖先唔对嘛，咱看这才对嘛，这个图才对嘛，因为我们挖到这个的时候，你有看这时间点四万年嘛。所以你挖到这个的是合理，你到 Australia 去挖也可以挖到这个，澳洲也有这种壁画，
你上网去查都有哦，这都现在科学很发达，那些上网什么资料都要得到了，很简单。阿基根对啊 ，Google 也说啊，时间拜功要贼，我给小功了。你有看过《机关超人》吗？你们很喜欢看超人电影，超人电影没有头的超人有没有看过？没有啦。你连看超人电影一定全部有头的啦，没有头的没有看过。超人没有头是什么意思？我来讲，杜家贡诶，资源回收人就是没有效忠对象，头给用剁掉了，他没有效忠，一个奴隶感官，奴隶啊，就每天只是吃穿睡觉、唱歌跳舞、买东东。我们隔壁就有一个城市，就是资源回收城市，你叫做一个香港，有没有听过？香港是资源回收城啊，你不知道？以前是不是中国被英国打败，他就割那个土地给英国人嘛？啊，英国来就是派个总督来给你统治嘛，当殖民地嘛，对不对？他就弄一个英国的系统。香港人假情假贺，对吧？那个系统里面 run 得很高兴，探级嘛，啊，他每天就忙这个东西嘛。九七之后要还给中国，对不对？啊，中国嘿，邓小平说啊，五兆跳，马兆跑，有没有？几十年不变，嘿，意思就是说啊，你继续胜利诶，时间搞我抽税，啊，过去香港呢，探了级，抽税，英国女王拿走嘛，总督抽税拿走，啊，你就资源回收人，就每天让他制造生产嘛，帮他赚钱嘛。资源回收人的个性而已，我上面效忠对象啦，只要把我养得饱，让我吃得高兴，我就高兴了啦，对不对？啊，这种人九七来之前，很多人都要逃跑，对不对？中国被来啊，啊都有人造的移民到加拿大啦，到澳洲啦，对不对？啊，看搞一个英国，对不对？可是这群人到哪里都一样，都是资源回收人，到当地的社会里面还是啊，吃饭睡觉唱歌要买东东啊，他对那个国家没有效忠，完全不效忠，所以怎么证明？资源回收人喜欢到处买房子，你知道？上海有房子啊，哪里有小的一辈啊，他细贵辈，因为他四处无以为家嘛，他没有效忠对象嘛，那这是资源回收人啊。啊，资源回收人当地的生活条件改变，他就跑了，各位造啊，各位造保亚去啊，都像那嘛，啊，比狗各位征兵，哇，就造来，一个资源回收人没有效忠的对象，像任人使用的些啦。啊，这个人，你中国收回来以后，叫一个、啊。中国公他在一国两制嘛，就被做台湾人，各个发觉台湾他收不回去，就一国一制啊，哪有一国两制，那就又不是精神分裂，对吧？一国只能一制啊，所以要求你唱挂那个中华人民那个五星旗嘛，叫你唱他的歌嘛，改变你的语言，不要再讲广东话，那叫地方语言，我们要讲北京话，对吧？啊，香港人就起耶，啊，跑去战中，对不对？抗议啊，抗议啊，啊，记者给他访问说啊，你抗议什么？啊，那没干呐！我们不喜欢这个总督啊。他说：“你为什么不喜欢这个？不是特首？你、啊、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因为他长得跟我们不一样。啊，他哪里？记者说你他哪里长得跟你不一样、啊？他有头，我们没有头，还在吗？总督有头，因为他要效忠中国北京，对不对？对不对？他要效忠中国北京，才派到那边当做特首嘛。他执行组织的命令嘛。”啊！你们这群人都是资源回收人嘛？贵给连英国来的管得很爽，他不晓得他不需要，他要效忠英国女王，他没有啊，他就过他的日子嘛。啊！现在变成要效忠有对象的时候，又要调给啊。但是资源回收人没有头的话，他做事情也无头无脑啊。所以他去抗议的时候，记者叫你抗议什么，讲不出个所以然、啊，然后就是要抗议啊。啊！叫他提出个方案，提不出所以然。所以那时候刚开始，我讲一定会草草结束，搞不了，果然啊，没背去啊。那就散掉了嘛，因为他不晓得他要什么，诉求什么。没有头的人怎么会这样？但是你也不要小看没有头，没有头的人也有记忆力。什么没有头的人记忆力瓦固，你知道吗？我来讲，收水油一个月就是一个月，三聚氰胺两个月就是两个月，洪仲丘案三个月就三个月，什么意思？媒体有报他就有记忆啊，媒体不报他就忘记了、啊，你知道吧？这就是资源回收人没有头的人的记忆力都下来。媒体是他的组织，媒体叫他去看黄色脚丫，他去看黄色脚丫；媒体叫他去买什么牌子的手机，他就去买。媒体是他组织啊，叫资源回收人。来，我问你，你们在座各位哦，谁是超过100、200个人公司员工的老板？有没有？应该有个同心举手，他说是。我说1000人有没有？2000人有没有？10000人有没有？起码民政府要起来了。你们要来就是要当官，当官，台湾有2000万人口，我们只有4000名的民政府官员下去，其实上去就要管50万人呢。你们要过去超过几个人，连你家的小孩子你都管不住了，
老婆也管不住，你说要来管50万人，那怎么办？熊熊哥你来管呢，所以要接受教育嘛，对不对？我们教你怎么管嘛。要教你怎么管之前，要先知道怎么把人分类，把人分类了。人基本上根据他的行为决定 decision making 有几个原因来分成三类。第一个，最上面是有头的啊，这是没有头的。那下面像那细皮卡，细皮卡像动物啊，像动物一样的人，像动物，你讲动物嘛，有他们给他吃，他都欢喜；啊，无他吃就气噗噗，对吧？细个别去偷吃嘛，对不对？动物就这样子嘛。你用食物可以控制动物，你知道吗？你可以叫它左手举起来，右手举起来，摇摇尾巴才给你吃，对不对？要控制嘛，对不对？所以动物以驯服的程度来画上中下，越下面越美术观。过去我有饲一罐狼狗啊，跟狗混的第一代，野性那个野性够低的。你甲饲饭哦，迄手都爱较细腻的，伸出去了袂使阁收，袂使阁伸一盖，伸一盖就甲你咬落去。为什么？它的野性，我甲饲十几年还是没有用哦，他还是这个个性，也就像动物一样的人。过去咱高雄啊，最近不是在哪里，不是青少年暗下在跳多摆，提不出都讲毒，哇，很坏。警察给抓起来讲，哎，那少年啊，你冲啥？哎，那少年讲啥？送。为什么要这样做？送。长这句话很奇怪，这表示什么？他就跟动物一样嘛。当他猎食的本性跑出来的时候，他就要去满足他的野性嘛，对不对？都行不给人抬，他对上就发泄嘛，是不是像动物一样的人？是吧，不管人家的死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不是像动物一样？啊，况且找不到狼的敲敌钩啊，那就要想上，对不对？欲望来的就跟动物一样嘛，那像动物一样的人嘛，那你也不要小看这种人哦，他可能是开 Lamborghini 的跑车哦，他可能住地堡哦，可能有私人飞机哦，可是卖馊水油给你吃，对不对？你讲你的贡献啊，在啊，他不管人家的死活嘛，那东西他懂不？赶快指导他的东西，他是不管人家死活都被走的给走了一样，是不是？一个是像动物一样的人嘛。哎，过去台湾人时常讲一句话，讲啊，乌黑被啥被创啥，啊，无得做饭哪只啊？我听过台湾人讲这番话，啊，去读册要怎啊？读个册要怎啊？无得做饭哪只？有没有听过？哎，一个人个懂不？赶快那个。公益跟伟良就是动物一样的人，为什么？他评估一个事情的价值是根据他可不可以吃嘛，不是动物是什么？如果不能吃就没有价值，他有吃就有价值，他是不是动物？就是动物嘛。所以一贯为麦克贡啊，对不对？啊，所以这种如果动物的话，你拿有价值的东西给 Ken， 以前讲你给 Ken， 你摕个香蕉还是个珠宝给 Ken， 你狗会带反倒回来给你咬呢？因为他不晓得价值，哦，我那酸就当换钱，你几百只狗啊，食几世人拢，啊，几世狗拢无紧的，对吧？吃好几年都没问题啊，唔知啊，唔知迄物件几淡，就动物嘛。啊，就是安尼啊，这是动物啊，动物再高一级是什么？人啊，但是没有头，没有头就是没有效忠对象啊。这顶狼你不要以为他的。欸，他的行为主宰是爱国、荣誉、爱情、亲情、道德，讲的好像很不错哦。可他没有是非哦。机关狼是非的标准怎样？端看当时情况来决定。机关狼很喜欢玩游戏规则。机关狼可能是诺贝尔奖得主，嘛可能是市长、市长诶，市长诶是无头诶人诶。那些贡献，那个叶科摩专家。他不是在 TED 里面做一个演讲吗？以这个医生哈，因为叶克膜专家到厉害到这个程度哈，人真歹死，想到他拢救会活啊，没死啊。就算你脑死，他用那个什么机器还是维持他的生命的那个系统在装。所以到最后这医生，这个叶克膜大师，我们这个某某市长，哎呦，干嘛？人生到底怎么样叫活着？怎么样才叫做活的？活人是剩下啦，啊，就明明都没有是没有脑波啊，对不对？啊，心骨蝶有功能都在啊，那是活人还是死人？所以他就问出一个大灾问了。大灾问什么？三米加起狼呢？他已经问到这个层次的问题了，绝对的。OK， 在这个观念里面哦，思维方式越下面越 physical， 就是接近肉体，用身体在思考，再来开始有主观意识哦。
欸，举例说，我刚才说那些混种的狗是按照本性在做事嘛，啊，但是你如果家里宠物饲较好饲料，那狗想讲家己是人呢，哦，你个饲饭，你啊态度不好，伊不爱食，那个塞定呢，啊，暗时甲你抢米皮呢，动物到尾想讲家己是人，开始有主观意识了，啊，主观意识过强呢，就开始越来越客观，所以在这种世界社会里底，拢真大爱，有吗？哦，他对人类都好，可是他没有效忠，他没有所有的绝对的价值标准，也宗教顶多就讲到禅啊这种概念，以及遵守法律规范的程度以及执行效率来划分。一扣零一起诺贝尔奖得主，什么叫做没有效忠？我举一个例子，有效忠对象，你下面人，你有看那些白人吼，在国外生活条件很好，但是吼，一个人帅哥一个，跑到台湾的乐生疗养院，啊，每天。有啊，改胎沟麻风病人换药，我鬼西凉，我阿威亚连太太也带回来，小孩子也带过来，对不对？啊，住在那个疗养院里面，生活很简单啊，三餐加个台湾人，加个干单，鬼西凉呢？啊，他个拜伊啊，没有，他是效忠他的组织，他的组织叫上帝，上帝叫他来，他就来了；上帝不准他来，他也不敢来台湾；上帝叫他去非洲，他就变成死怀者；上帝叫他去。印度他就变德雷莎修女，对不对？所以他的生活的原则是以取悦他的组织为他人生活的目的嘛，对不？上帝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啊，所以物质生活的好坏对他来讲没有什么感觉啊，干不起你开雷摩给你多少地堡，对他对一个传教士来讲没有什么意义嘛，他跨坡嘛，是不是？他以效忠他的上帝为他的人生活的意义嘛，但这雄厚酸丢哟，那酸丢并用 IS 回教那个圣战组织，对不对？他们生活条件也很糟糕啊，画台都台啊，干不起。哎，你那个头要看选哪一个头，有黑头有白头的、啊，对不对？你要看没？所以你基本上拜出去的人，大部分都有机关博头的人。哦，他没有效忠对象，你们来是要有头的，你们会来？哎，我问你一个简单问题，你们来这边是希望透过我的课程来改变你们的，这样改就？好，请放下，很好。外公哈，问一个简单问题：你们有结过婚的哈，或者男女朋友的哈，有爸爸妈妈的哈，你们生活很久，对不对？每天有交话，有生活在一起，有讲话啊，你可以改变他们吗？啊，不可能。那为什么你凭着说我来上我的课要改变你们？那我可怜。所以应该是什么？应该说我们是做筛选的工作。你们不对的机关人啦，什么人？就是看到法律是非对错很清楚的人，我不想模模糊糊过一辈子了，我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啦。恁有这款的人再来才上课啦，上课再听，再法律再听下落去，啊，无就开始度过啊，头壳晕、目暗嘛，对吧？真的啊，你听不懂法理的人来这边真的是头昏脑胀哎。但是你本地有这款人听到法律，就好像你过去在不好的土壤里面长，发不要无得大汗嘛，就是狗屁倒灶。过去国民党给你搞的都是假嘛，虚假的里面你没办法生存，所以你现在好的法理的土壤、逻辑推理来的大汉，马上就化给布基，并够大长的球啊嘛，就很快嘛。你所以你们来这边是怎么样筛选呐、啊？给你抬人，你先抬啊，抬啊，抬币赶快你看啊，因为筛选人啊，适合这种人自然就会出来了。啊、不适合用别的理由来的，比如说要利益啦、个人讨好处啊，那种靠别人、啊。慢慢的，经过我们法理的筛选，它就不见掉，会消失掉的。所以你们不能有机关人来，再 reinforce 再加强一次。所以分做这几行啊，拜恁出去嘛，去看拄到人嘛，去这几行。那你跟不同的人要讲不同的话，对不对？你跟动物一样的人，要不要讲太高深的道理？听无啦，你好饭食就好啦，有钱拿赚就好啊，你讲一个动物同款的，对不对？啊，至于这方的人，他说啊，你告诉我游戏规则，我会玩得很好。你跟我讲考试怎么考的，我就一次把你考到高考、特考都给你考完，对不对？就搞科技啊，就搞读书啊，但他没有效忠对象啊。他的宗教追到最后都是个人的操守的问题啊，没有什么形而上的概念在讨论啊。不要讲那么深了，来，你看以后哈，你们就是这种。我也不想说全个整个头了，但至少有头了啊！你们要统治大部分社会的主要阶层都是这些人组成的，你不要小看这个，你要靠他们呢。
对不对？他们去制造生产啊，产生东西啊，国家才运作啊，干不起。大部分人不需要知道这么多了，但是你们一定是这种人，你是统治者的阶级的思考方式是不赶快呢？为什么秘书长不是叫你自己照相吗？再来刚刚上课开翕一张相啊，你们到那边你看一根黑顶狼，嚯、哦，惊嘛惊死，目前把酒那紧紧紧的，很凶嘞，很轻，不是那种派，是一根紧来一根把酒。为什么法理把你训练到眼睛很清明，看代志看就清楚啊？哦，过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们在座各位认为你一生追求目标就是自由、快乐、幸福，请举手。我这一生追求就是自由、幸福、快乐，不要客气啊。对啊，啊，举手啊，来放下。错了。我知道你们现在开始有了心理障碍，每次老师要问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啊，不是啊，这到底是代表不要觉得 embarrassed， 不要觉得很困窘，闹鬼没闹鬼啊，就是因为这样子，你才会警觉到家里下面问题，对不对？啊，徐老师既然跟你讲自由、幸福、快乐不应该是人生追求目标，他是什么？啊，老师这是好事情啊，怎么不是？错了，我跟你讲，它叫做副产品，不是人要追求的目标。副产品就是 by product。你在做对的事情，它是伴随而来的结果，而且它是一种感觉，它不应该是个目标，它是一种感觉哦。你追求感觉吗？哦，群众问你一个，你有追求金钱的自由的？你们想追求金钱自由吗？有的人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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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一个月给你一万块零用钱够不够？太少了，十万呢？一百万呢？开始有人点头喽。啊，一个月一千万怎么样？求给啊，一亿怎么样？顶薪一个月超过一亿啦，他做什么事情？是不是？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在想，追求自由、幸福、快乐这种感觉啊，你要追求到什么地步呢？他这种感觉啊，感觉来就有啊，感觉走了就没有吗？结婚如果是基于感觉的话，感觉来了就结婚啊，感觉走就离婚，是这样子吗？不是嘛，对不对？你们都知道不是啊，你为什么不是？你要想啊，我再讲一个例子，如果有一个医生他以赚钱为他的目标，他看医生你敢去看吗？不敢嘛？为什么？啊，一盖都好啊，给他看四五盖，对不对？可以赚个百分之，啊，你也无钱，别来，对吧？那就是一个为着钱再来做医生的人嘛，对不对？这种人敢看，但是有一个医生讲，我就要提供病人最好的服务，我有我一生追求目标，啊，你别去看，哇，讲好啊，这医生好，因为他这样的做法是对的，所以来很多病人，因为来了很多病人，所以他赚很多钱，这样对不对？对不对？这样赚钱就对了嘛，它叫做副产品嘛，因为它做对的事情之后，这钱自然而来嘛。但是你设的目标如果是钱当目标的话，这就不对了嘛。没错吧？你设定的目标不能当副产品，当做你主要的目的啊。啊，我想要被工作，台湾人都还都还加嘛，啊，想管弄好啦，弄吉拿的，有吉拿加的，有吉拿有本拿加，有吉拿坦的好啊，对不？哎，都是花靠一顶台湾人就是这样子啊。他不管是这个钱怎么来的，为什么是怎么样？所以才会有什么卖那收水鹅给人家吃，对不对？软素来，他只要有那个目的，不择手段嘛。啊，当然贵几楼几块狼嘛，像关恩赫啦，对不对？那个做罗雷嘛好，我家家孙孙去做罗雷嘛好，这怎么回事啊？我讲这个就是要澄清你们过去的错误的一些想法嘛。你修正之后，你才知道什么是对错。不要 take it for granted， 就要以为大家都这样讲就是这样的答案，不对的。自由、幸福、快乐，不啊？那如果这样，有一个女生嫁给一个老公，她这个看起来好像可以给我自由、幸福、快乐，嫁给他。嫁完以后，每天都不好好工作 ，Q 岗，黄狼，离婚了再换一个啊，这个好像可以嫁给他，啊，这不行再换，这样对吗？不对嘛。结婚本来是两个两情相悦，互相爱对方，对不对？结婚了以后，胼手之足建立家庭，爸爸做爸爸该做的事，妈妈做妈妈该做，小孩子好好念书，对不对？回到家里面，爸爸妈妈做一顿丰盛的晚餐啊，摆在桌子上，大家一起家人坐在一起，享用自由、幸福、快乐的感觉，对不对？当你做对的事情，这感觉是伴随而来的嘛，按着丢啊嘛，就是做对的事情有对的结果。都喜欢那我的工自由、幸福、快乐是这样子啊。你如果只是追求感觉的话，嗑药最快了，你不要做事了。马上三分钟给你有感觉，对不对？不是这样子，我们都知道啊。来过来，这幅画看得懂的举手。我跟你讲，这幅画是
1911年你阿公阿妈做一种画图，你看无？你怎么回事？台湾人的艺术教育真的太糟糕了哈！来，下一幅，这你看得懂吗？还要问哦，看不懂的人请举手，看无的举手，请举手。看无的哦，好，请放下。我问看不懂的，我现在问看不懂哦，看懂我就不问哦。你要倒过来哈、哦，徐老师很喜欢这样，看不懂再回答哦。请问他里面画的是飞机大炮吗？哎，你怎么知道不是？你很多人就马上，你刚才说看不懂啊，你现在看得懂啊？啊，不是画飞机大炮嘛，对不对？啊，请问他是画男生还是女生？啊，你又知道是女生，你看得懂啊？怎么看不懂？对啊，你看得懂啊？啊，五郎公跨博啊，我现在是问看不懂的人啊。啊，请问里面画几个人？五个，又答得出来，你完全看得懂，不要说看不懂 ，OK？ 你看得懂？那你们认为看得懂大概是这个嘛？对不对？对不对嘛？哎，错，请告诉我他是谁啊？你看得懂看懂什么啊？他是谁啊？不知道，你看你怎么会看得懂？你看矿物啊，以蝶冲下，他在做什么？他在上厕所大号啊，你哪有看得懂？他叫维纳斯在如厕，你看英文有没有 ？The Toilet of Venus， 1751年画的。哎，你台湾人真爱灰气啊呢？你说看不的结果你看有，啊说看有的结果你看不，台湾人真的好可怜哦。但这是300-400年前的话呢，你看不呢？好啦，我今天目的不是讲这个，不管你是哪一个画，这叫立体画派。简单的时间教你们怎么看立体画派，好不好？来，是不是一罐水？啊，这样是不是一罐水？啊，这样也是一罐水，干嘛一定要来看？啊，对啊。啊，我这嘛是我啊，安尼看嘛是我啊，每个地方都是我啊，啊，干嘛一定要安尼看？不一定啊。你如果时间固定的话，观察点一直改变的话，是不是就是不同的角度看？啊，把它放在一起就变成立体画派，哎的，就这么简单。安尼把它立体画派就是从时间固定在不同的角度看，啊，把它放在一起就变成立体画派。所以你看让我回回啊，这个是极端的立体画派，这样会看吗？啊，这是毕加索画的啊，这毕加索的朋友的 Brock 画的，那是早期过个再多。但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画派，他每画一幅画的时候，他有一个叫字叫做 consistent 一致性，他那个要一样的画法，别再跳来跳去，对吧？那跳来跳去有变啊？有变哪几啊？一下又写实，一下立体画派，一下极端的立体画派，没看哎，对不对？叫拼贴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今天要讲这个字 ，Hozoku 法则。什么是法则？法则就是 ，is often used to refer to universal principles that describe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something， 就是放诸宇宙皆准的道理。有万有引力，对不对？只要在这个宇宙里面都有万有引力，还知道吧？那叫做定律啊。Hozoku the law， 我已经买公仔哈。那大自然法则特性就是任何人的运作必须的 OK， 在这个大自然法则里面有一个字叫做 consistency。 来我以后来我们这上课注意一个，就是手机一定要关机，要不然会影响到同学跟老师上课的情绪。来，是指一个系统里面不蕴含矛盾。外公啊，你人如果活在这个大自然的社会世界里面，像地球上面有地心引力，对不对？所以你人类只要活在这里，就要想办法配合这个定律。你写的关机，麻烦你，要不然这样我会打断太多次。关机，哎，把它关机。来，回到这边，只要活在这个地球上，你写的。比如说你建筑法规是不是一定要尊重这个地心引力？哦，而建筑你都要限制工，跨起规瓦管规站楼，你都要用什么关的材料？哦，你要符合这个计算的规则，对吧？啊，不就处于倒计嘛？这就是要尊重大自然的法律啊！你人跟人之间要传宗接代，所以你写的民法里面，你就要尊重有男有女这件事情，对不对？有男有女结婚成立家庭，你要保护家庭制度，保护这个结婚制度，保护人类的后代可以延续下去，对不对？你就鼓励说啊，现在来双同性都可以，下场你就要人类自己负责，对不对？会自然淘汰嘛？
你要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你法律不可以这样定啊，对不对？所以就要尊重大自然法则。当人的法律如果跟大自然的法则互相冲突，是谁倒霉？当然是人倒霉嘛，不会是大自然法则啊。大自然不会因为人而改变，是人才要去改变，去配合大自然。所以所有人类的法律就要建构在这叫做自然法，自然法的基础上面写国际法，国际法里面规范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上面再讲各国的宪法 Constitution， 各国的宪法里面在里面的民法、刑法各种法律，对不对？所以这是一层一层一层起来嘛。那为什么过去我们叫我们回去？因为中国人要给我们乱嘛，他不讲国际法嘛，更改了跟我们宣言嘛，因为他如果真的讲到国际法，他就斗起了嘛，所以他不让台湾人搞清楚这个逻辑，台湾人思考就没有逻辑了，就这么简单。我讲话是不是按照逻辑在跟你们讲话？你们都一下听都听得懂的啊。啊，过去那么回甘呢？回甘那看不，因为历史也是编出来的，啊，法律也是编出来，全部都是假的。啊，起码拆开呢。当然，因为这样是什么样让人台湾人得到自由？真理嘛 ，truth， 经历以后台湾人得到自由嘛。其实你在法院里面都要证明对方有没有一致性。我现在讲，只要是大自然法则都有 consistency， 到哪里地心力都是一样。到哪里地万有灵都是一样，这要看是一致性。在法院里面就是告诉下让牙，就是在证明对方不一致，你讲的论述跟你的结果不一致，你提出来的证据跟你所陈述的东西不一致，啊，你就赢，对不对？法院双方就在辩论这个嘛，啊，你输的输一家嘛，不一致嘛 ，inconsistent 嘛，你的说法不一致嘛。所以咱今晚个美国搞的够这样，哎，美国你不是讲说 treaty？那个跟外国签的条约跟你的宪法是同位阶的吗？啊，你现在不可以遵守旧金山合约，啊，你又是旧金山合约的主要占领全国，你是来帮这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关台湾，你怎么会让他来剥夺我们的国籍？你怎么不敢叫中华民国这流亡政府叫咱俩去做兵？你现在叫咱去买武器，你现在改，你那也是改我们的语言，就违反战争法 啊我们就指出他的不一致啊！你讲的一头，你做一头，你这 hypocrite。这逼过两天知道搞什么？你在法院一告，美国就输了，啊，输了下场什么？他其他的单位就要配合嘛。行政、立法、司法，司法部门判决结果，行政跟立法就要配合嘛。所以他才会帮你成立台湾民政府嘛。照跟他讲，台湾人、台湾民进户在起来嘛。我们是在战争法底下成立的嘛，是在法律底下得成立，不是像国民党用骗的成立的，狗屁倒灶倒鬼灯，要给你骗的嘛，要给台湾人骗的嘛。但基本上是走在法理里面的 ，OK， 好，那另外叫 integrity， 就是表里要一致。你在村子里面要当老大，你一定要什么说话算话。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你在这边这一套跟人敲台机标准跟那套的赶快，不能不一样，不一样人家要指出来说，哎呀，你是什么组给被做丢落啊，王狼，对不对？挑战你。同样嘛，美国你要当老大哥嘛，你要当世界秩序的老大哥，那你要讲一个法啊，你的法叫什么？叫国际法。啊，既然这样讲的话，你想让这些中东或在克里米亚说，哎、欸，你违反那个战争法，啊，你也台湾明明白白、明目张胆的违反战争法，你在搞什么？你不一致，啊、那个狗。所以美国，你如果是一个有 integrity 的国家，是老大的国家，你都要有一套一样的标准，不可以这边玩一套，那边玩一套。不能用国家的利益来解释他的非法的部分。不要更改说这是用国家利益，但是你做的是狗屁倒灶的代志，你违反战争法的代志，你做得出来？你该问题不能够国籍呢，对不对？好啦，今天要跟您讲的，主要就是台湾人过去吼，拢对历史的假的历史来对断的，所以搞不清楚。请问咱是中国人？我今晚要桥都等来，怎么桥？先从讲简单的事情讲起，有些。今这一类笑脸男工啊，徐老师，你讲历史我没有兴趣了，我从以前就不喜欢历史。错了，史观非常重要，观点会影响你的立场，立场会左右你的选择，选择之后会产生行为，行为之后会决定台湾人的命运哦。我再讲一次，史观很重要，观点会影响立场，立场会左右选择，选择之后产生行为，行为会决定台湾人的命运。但是呢，观点谁都有啦。男生有男生的观点，女生有女生的观点，北美印第安人印第安人的观点，北美有白人的观点，谁的观点比较重要？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谁的比较重要？不一定，对不对？你有观点是一回事，你有实力也是另外一回事啊，干不起。在座各位，你有没有谁写史？
写国家里没有嘛，你都写你个人日记嘛，是不是？要不然写公司严格史、校史，对不对？顶多是到这个层次，没有写过国家是统治者在写的啦。但是不管写什么东西，你都要有一个观点，对不对？那观点就是一致性嘛，对头各位向下一个观点嘛，那叫做史观呐、啊，历史的观点，所以观点很重要啊。啊，北美的印第安人如果继续坚持他印第安人观点，结果怎么样？被消灭啊！所以今晚给我北狼通敌啊！你有观点又怎么样？啊，台湾人有台湾人观点又怎么样？有什么了？你没有实力，你又怎么样？这种欺负嘛。所以这又怎么样？不行不行，你要么就是把手机交到外面去，这样子归嘛归没开，这样不行了、啊。来，所以对什么？因今嘛哦，因的史官哦，都很想做一件事情。没关系啊，只是收起来而已，配合一下，配合一下哦，为了大家配合一下就好。不一定要带在身上嘛，不会怎么样，不会丢的啦。来，我要开始上课了。合理，过去哈、哦、讲到这个罪，过去有一中国人的教授曾经讲，哎，几百四十几人，十几万人没信，你有听过无？很可恶哈、哦。哦，有啊，有一个，你们都没有在追新闻。哎，四个是台湾人呢，台是恁呢，什么不行？当然有什么啊？来，尽快就坐。台湾人吼，头一代二百降台，第二代降来去做兵，第三代受他的教育，给他洗脑。台湾人基本上是被灭族了，叫灭去的。哦，啊，放假二二八给你放假，颠覆了二二八的意义。那个少年讲，哎，明仔载二八，啊，咱老爷出来再看一点纪录片，咱来少年，咱来周身，哦，咱来准备去用台的代志。啊，冲这边说，明天放假，我们要去卡拉 OK， 要唱歌，我们要去 shopping 呢，你在搞什么？伊即马基本上，咱的妮娜的观点已经采用中国人看台湾人的观点了。一个种族屠杀，那都唔知道，啊，个黑市名剥削上林啊，开钱，去用受中国的教育，这都咱即马都会代志啊。观点重不重要？当然重要。我今晚要帮助台湾人为支那的系统行出来。好、啊，这四个图哪一个最清楚？在讲透视，你讲什么叫透视？透视啊，你有看过建筑透视图不？来，要、啊、问问题哦。这四张图，觉得这张看。透视最清楚，举手。没有，这张最清楚的举手。没有，这张看起来最清楚有没有？啊、有。啊，这张呢？啊，没举手是怎么回事？看透视最清楚的是这张举手。这张举手，啊，当然是这张啊。什么叫透视？就是靠你近的比较大，离你远的比较小，你才看得出来景深嘛。黑杠啊，这个近啊，对吧？啊，你又给你们啊，跟你边爱建筑一样大，你不就灰去啊？是不是？你在路上看到这，你会吓一跳啊！人跟建筑一样高，那么吓死了。所以东西有透视，就离你近的较大声，离你较远的较细，对不？所以安尼来啊，那你历史观被扭曲是怎么扭曲？就这样扭曲的、啊。中华民国啊，历史给你讲了一大堆，课本很贵的灾，百分之多少都在讲中华民国，在讲中国啊、哦，地理弄得讲掉过。看他建盖的功，郑成功建台湾，结果台湾的历史是四万年，连李登辉也坏蛋呢。什么台湾四百年历史？台湾哪是四百年？我都叫看，台湾是四万年历史，对不？大清帝国通敌两百几年嘛，你怎么可以把两百年取代百分之一取代全部台湾人的历史？所以台湾人在挥旗嘛，才会认同中国做列祖先嘛。那就是在这种事情上，给你跟台湾人变偏激了呢。啊，今嘛对几个几个很贵嘛，从逻辑推理跟你讲啊。来下一个，科学，你在法院来对吼，一百个案，一百个证据贴出来了，啊，你要分类啊，你不可以每一个证据都把它当作一样重要嘛，对不对？怎么分类 ？A B C D X 就古墓里给黑边讲划掉，分为 A B C D。A 是什么？科学证，越上面越客观，越下面越主观。
车祸，啊，路人甲讲我是看到迄个迄个人，啊，路人乙讲无，我看是迄个迄个人，啊，怎么会记啊？那就是很主观嘛。路人甲、路人乙的不能当作法庭上的证据，那是观点嘛。但是什么？弹道比对，那就是客观啊。啊，真正那子弹就是要那个初速啊，这个末速高下弄的质量啊，就是安尼啊。那个科学证据，基本逻辑推理啊，物理性质啊。化学性质氧化啊，生物性质 DNA， 安尼要看吼 ，DNA 就主要讲的嘛，迄叫做 A 级的科学证据。啊，至于你讲来历史文献，我就讲几个简单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结婚签下婚约的那个合约容不容易？不容易，对不对？要谈情说爱好多年，要跟双方家长谈条件，对不对？中间还有人第三者介入，对不对？搞不要真正要签婚约不容易啊。啊，如签。签约不容易的话，两个人签约都不容易啊。请问，46个国家同时要签约容不容易？那不是更难吗？46个国家，你要派那个驻外代表到那个国家去开会，看了条约拿回他们自己国家里面议会再开会啊，通过以后再回来，在同一个地方再一起签约。46个国家呢？旧金山合约就是46个国家签的，明白吗？所以相对它的可靠性是不是很大？啊，你搞个公宣言没错啊，宣言讲100次也不会变你的啊。那个小姐，你宣言100次也不会变成你的老婆啊！101宣言100次、10000次也不会变成你的建筑物啊！你只要讲这偌侪钱，750亿推出来买，顶管名给你换起来，换做你的名，黑个叫做签约啦。任何的宣言到最后都是以条约来决定，对不对？我不管你之前战前怎么宣言，或者战胜的时候怎么宣言，你最后就是用条约来 settlement 就是摆平整件事情啦。我管你前面讲说我要买这间厝，买这间厝，那些话规当。这些房仲业按他讲拢不好，到尾有签约无啦，对不对？因为签约钱有没有放下来嘛？约是怎么签的嘛？上面名字是谁嘛？这样就错了。所以来挑战中华民国，你当时就跟出高利啊，台湾当时高利啊，无啊，无啊，啊那无高利啊，你直接怎啊？要变什么鬼？好啦，我先不讲那么多。你叫什么名？你几岁？我得拜个对着你，你就叫拜个好了。这句话怪怪的，对不对？那北人个讲啊，很奇怪，这叫《鲁滨孙漂流记》。1700多少年的时候写一个小说，北人这一尊坐一条船到一个地方，风浪暴风雨，船沉了，他就逃到岸上，把船上物资在那边盖一个小木屋，在那边住了好几个月。当地的黑人看他，土著看到伊，哄起来，啊，最后伊看到伊个好名，我给你给我拜个，真好笑。为什么好笑？应该是欧人个好名，不是这北人个好名嘛？你是外来人嘛？啊，印第安人叫印第安人吗？不是嘛？那是别人的好的嘛？你一个在一个地方自给自足啊，不跟外界接触，为什么要给自己取名字？你没有离开这个地方，怎么会给自己取名字？对不对？荒唐嘛！赶快，母亲的名敢叫台湾？母亲的名字是不是叫台湾？不是嘛？啊，叫啥？佛摩萨也不是嘛？母亲的名啊，本地无名啦。这土地本地无名，因为没有跟外界接触嘛。但是后来西班牙人请来，叫做 Formosa 嘛，对吧？来，好，您看这几个字，在《国家地理杂志》顶管叫啥？1920年的 Formosa 的 Beautiful， 用 Formosa。而且呢，纽约的报纸上面 Formosa 啊 ，Tons of explosive for Formosa， 刚好用台湾，无。哎呀 ，San Francisco Treaty 历史文献顶管下。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Pescadores. Formosa 就指台湾了，告用台湾不啊？你知道条约里面吼，最终是以哪一个版本作为根据？英文版嘛，对不对？不是中文，也不是日文版，是英文版嘛。啊，英文版用什么字？就是你的本地名，哎，对不？中国人叫台湾，不然叫啥？英文上面叫做 Formosa， 哎，知道不？头一届台湾有名还是 Formosa 嘛，对吧？啊，未歹听，就用迄，因为中国人敢叫台湾啊。本来台湾只，哎，国公姐简单的概念，你当时怎样有你自己存在？出席了，人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存在？我跟你讲，刚开始吃母奶的时候开始，为什么？第一是不肚子饿，哇，妈妈给你起灵，你马上接触到 other than you 另外一个存在接触了，对不对？你透过妈妈来定义自己嘛，有一个 reference， 有一个参考点嘛，啊之后。妈妈给你浪啊，起灵啊，过来弟弟妹妹跟你玩啊，那、啊、你就参考点越来越多
后来爸爸也跟你玩，家里的人也跟你玩，对不对？你就越来越有自信嘛。这种就存在感，存在感就是慢慢建立起来的啊。你存在感越强的小孩子，自信心就强，对不对？自信心强的人，学习力就强。学习力强的小孩子怎么样？以后就能够服务很多人嘛。有自信，要学习力强，就有竞争力。但是吼，你若读下出席阵，哇，巴肚腰啪，用掉嘴巴 ，baby 会吓一跳，对不对？哇啪，所以我过去我去幼儿园里面叫过 C 和 Nina 我带糖果啊，带饼干啊，带他们做游戏，他玩得很高兴。可是就一两个小孩子藏在桌子底下不要出来。后来我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其他老师跟我讲说他们就叫受虐儿，受虐儿就是主持人去用领地跟大汉，就是你在肚子饿啊，在需要的时候被人家打，一块领地跟大汉，你那就缺陷了，就那叫做低存在感，不希望你知道他存在，都憋多啊卡嘞，对，就算嘴巴继续吃，他躲在桌子底下不要出来，黑的是过去台湾人的经验，我是台湾人哦，暴力，我台湾人哦，发家，讲台语发家发钱，我可怜呢，咱台湾人都是受虐儿的民族，你知唔？你唔知哦，过去安尼叫邻敌，你唔知？我连台湾这两字都唔敢讲嘞。过去在台湾，你那个少年哥，你们在以前连台湾两个字都不可以讲啊，只能讲中华民国嘞。那鬼啊名嘞，你现在是鬼啊名？什么叫鬼？就离开他本来的身体到别的地方去，那不是鬼？离开他的身体啊，中华民国就是个鬼啊，鬼政权离开他本来的身体跑到台湾来，有鬼尽管啊。我讲解故事哦，以前在圣经里面有故事叫格拉森，格拉森这时候在哦，天然的石灰岩洞，水滴也就一个一个洞。就好做来做来做啥？坟墓哦，坟场，西洋细料宝宝宝袋坑蛋那些来对头啊。顾起来，你讲西洋贼下面贼，摩西那贼对吧？摩西那贼产生什么事情？鬼附身。所以里面有一个年轻人啊，叫鬼附身，鬼刚无穿衫，无要食饭，来四处乱走，乌白乱撞，村里面干嘛就麻烦的，阿妈安尼规矩啊，替你那个爸爸起来，卖走啊，结果没想到力气又大，蹦就又登起，又走出去。这时候耶稣来了，耶稣代表真理哦，亚述来啊，这些人这些少年啊，穷的讨亚述讨用永生上帝的儿子啊，我时间还没到，你今麦就来是安尼呢？准帮叫我今麦就下地狱哦，我时间还没到呢。耶稣无介给讲话，刚问伊一件代志，讲你叫啥名啊？你叫什么名字？结果这个年轻人回答不出来，他讲什么？群，什么叫做群呢？一群的群啊，因为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鬼替他回答。耶稣说：“从这个人身上出去。”所以这群鬼都造出去了，造为穷的必要那两千头猪，穷的第一宾馆虎心，猪就冲到海里面，全部淹死。这些年轻人醒过来，醒过来，鬼走了嘛？他醒过来就恢复理智，把衣服穿上，他就知道他自己叫什么名字。你知不？就个台湾人，赶快嘛！你是什么人？我是台湾人，我也是中国人。那个鬼啊，替你回答嘛，拿中华民国去摇摇那个旗嘛。对不对？哎，台湾人过去都那样，叫鬼虎心嘛。起码精力出来，让人发力出来，要叫这中华民国这流亡这边理亏啊，法理出来了嘛，你没办法再骗了嘛，你鬼不能再附身了嘛，鬼跑了，对不对？起码你看你中华民国的政权，起码是不是像鬼要被造的样子？是啊，结果很奇妙，不然鬼要造的什么人？台人啊，民进党啊，是不是？新民党来对台湾人啊。那就是当地嘛，过去靠鬼虎心探家的人嘛，要有这群政权在那边吃香喝辣的嘛。鬼啊，造伊都无得斗逃嘛，就讲你没有钱好赚嘛，黑市嘛要拱这个东西嘛，还知无？但是咱民进党在台湾滚要出去啊，你若逮不掉，顶以后会处理啊，就这么清楚嘛，这样知道了吗？所以被抓到贼窝的王子，发现自己真正身世以后，你怎样进行下狼嘛？你们现在知道自己是谁了吗？下面人，台湾人不重要了。台湾人，我对台湾说，台湾人只知道自己是谁，但是真正让你掏把给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重点在这里哦，这样我们才可以按照战争法来保护我们的权利嘛。你如果不承认自己大日本帝国臣民，你不得到这个好处啦。北美也有印第安人啊，他也知道他叫印第安人啊，结果他是被这样统治，不是吗？可是你如果是大日本帝国臣民，美国就被迫要按照战争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嘞。你别再叫我去北部去啊，你别再搞盖外语言啊，这是主权的转移啊，不可以啊。
那是在法院按照法理该狗在赢呢，才有今天呢，才有今天的民进户呢。当初去告赢的时候，民政部长讲要告尽管好你，你嘛无资格，为什么？啊，你写啥物件？中华民国护照啊，你也不是台湾人，所以才开始发我们的身份证呢 ，identify 你是谁呢？认出来你是大日本战败那一点，你是你的周身，还是你的双方的血亲，多爱界偷得定官，在户籍上有你的名字的。一贯在你证明你是奔脱台湾人了，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了，还是可以接受战争法的保护了。安南在这样叠战争法，得给个够了，以后赔偿才有你的份呢。啊，不，你中国人你提什么旗？你是你占领我们的人呢，你还来干嘛？装台湾人哦，卖来一坨，过去给咱欺压就是这点人啊。今麦个对等来个要对台湾人，是不是？就我买是台湾人，免来这坨，不是的嘛，你明明不是的嘛。甲咱欺负嘛是恁这阵，要来偷住嘛是恁这阵，自头到尾拢是恁这阵，对不对？叫我们去仇中国人的嘛是恁这阵啊，仇匪恨匪恨中国人啊，结果中国人唔捌甲咱抬啊，甲咱抬一下，都这阵流亡政府的人嘛，干不是？是恁这阵人甲台湾人抬嘞，今卖中国人无甲咱抬啊，他跟我们有段距离啊，他一个赶走的啊，一只流亡的人来这甲咱抬的啊，甲咱有仇是这阵人呢，我们何必？被他设计，反而我们就恨中国人干嘛？中国人跟他没完没休嘛。我们应该把他送回去，由中国人处理他们这群人嘛，干不是？那较巧诶，唔通对中国人去骂，唔通对支那人流亡的支那人去骂中国人。我们跟他没有无冤无仇，我们还要做他生意的，干不是？来，回到原点，重新出发。来，您看没？我们看一下，种族灭绝就这啦。我时间不够，我要直接讲日本时代，这我们最缺的东西。我今天就是在时间上面拉长台湾人的史观，空间上不同的观点 ，M 一七次的角度来建立我们的观点哈。你看大清帝国的时阵嘛，哈，明正时期郑成功，郑成功占台湾对吧？请问他的势力范围多少？安内尼亚啦，秋西洋，这边郑成功占台湾。这地而已啦，台湾华靠这地小地而已啦，伊无迄材料啦，嘛无迄钱啦。你要占台湾，你要派多少兵啊？多少人去驻守啊？你敢有材料去发薪水？薪水都发不出来啦，大清嘛无你遐侪钱啦，所以人一句吹过来骗去啊，对不对？迄阵的荷兰的范围、大都王国范围、西班牙范围，迄阵连热遮兰城日记、荷兰人的商贸组织所做的对台湾的地籍各方面的调查，都赢过你大清帝国。大清叫做落后的地方，落后的国家，过去的历史，人家先进的国家都是航海技术到各个地方。来，大日本帝国台湾历史总督，1895年、1945年，明正28年1895年第一代总督华山之际，按照照片，华山之际桂太郎、乃木希典、儿玉元太郎，这个是后藤新平，因为他是将军，后来主要关台湾系。欧多行备、哦、你看你们当中有没有行政学行政的管理的，如果有的话就要看这个东西，当你占领一个地方你要怎么去做这些事情，都要开挂这些弄下、哦、民政转军政，领台善后，租税减免预告，地方官制委任，立法制度确立，台湾总督评议会设置，司法制度确立，地方法院、复审法院、高等法院，警察制度、理藩制度，地院设置阿变制度，教育制度由变电信实施，定期航路开始，度量衡改正，财政金融制度旧税制改正，大阪中立银行进出，台湾总督临时法院，你看这半年时间做下这代志，到尾啊，明治31年1898年，警察司机官养成，基隆高雄港主港哦，全岛铁路建设哦，医院时间哦，医学院的设立哦，台湾银行创立，财政20年计划独立哈，明治38年计划完成，那时候财政可以自己独立完成，废除残足，哦，糖业政策确立，台湾神社学校准备。两没料，来，你去大日本帝国议会，现在都还可以查到资料哦。你开国贼预算到台湾来建设，都查得到。你们会日文又来，再来，佐佐间总满太、安东真美时、明时、田间次郎，特别要讲这个，因为那一年皇太子殿下有来台湾，啊，台湾人下几天不会讲啊，你这台湾就乱卖来，结果这个总督公无啊，台湾人就好呀、啊，你想想，台湾思想的恶化只是在逃。当家躺在一顶海星了，在台湾没有多少个人，他们是倾向社会主义，没还没有到危险的地步。一般人民是非常的忠实顺良，敢事一视同仁，圣恩绝无危险之余。
你们女生结婚哈，啊，老公对你很好，干没抱怨？不会啊，啊，都好些，什么不需要跟他吵架嘛，对不对？你搞，你待我很好，为什么要吵架？啊，但是你如果待我不好，一定该你换呢。所以过去大清帝国统治台湾人，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乱，都、就是安尼啊。你不搞我关后，当然我跟你换啊。但是你北部阿公阿妈一代讲，基本是台就好诶。你可以逼人家讲这种话吗？不会啊，那、啊、真的是感受到的。感受到很好，所以主人就可以俄罗斯本时代讲我好都我好嘛，哎，就主人的啦，就你老公对你好不好？很好啊，啊，就笑面啊，你这个很好啊，没结没出来嘛，对不对？这个装不出来，这个是发自内心的事情。你本时代后啊，就大家拢安尼讲，你讲我看到例外很少嘛，对不？这过去台湾人呢，1929帅不帅，漂不漂亮？我跟你讲，这里面女生穿的衣服比你们在座女生穿的还高级哦，这高级的法国定制服哦。你看他那个 cutting， 你看他发型，哎、欸，你在讲1920几年的台湾人、欸，哎，在留欧美的，你看那男生帅不帅？这是谁？杜聪明啊，高雄医院的创办人啊，以前台大医院的，对啊，多聪明啊，台湾人哎、欸，有没有听过？没听过哦。中华民国诶历史，改你拢删掉这么多，刚在台湾人是安内啦，这份情节啦。哥伦比亚大学了，常春藤的大学了。来，1943年，全台湾小学共1099所，学生932525人，台湾人民的义务教育普及率到达71%，全亚洲只低于日本，先进国家之列了。那时候日治时期，台湾人留学日本风气相当盛行。1945年统计，留学过的台湾人将近有200000人。那时候台湾人没几百万人啊，200000人都出国留学。来，这是都讲欧美，有吧？留欧美，我给你说，同学录，我把你抓出来。严水龙、严春安、吴锡元、各位哥、桂巴西、黄朝琴，有吧？林献堂，哎，对呀、啊、，France， 美国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美国有没有？啊，又有 Columbia， 有没有？巴黎大学 Illinois， 又他讲美术、化学、经济、神学、政治。哇，医学任务呢？贵些台湾人是安内呢？那么漂亮的台湾人呢？高水准的台湾人呢？不是这些大清的落后的国家可以了解的事情呢？啊，来调解就奇怪。贵个台湾人出白讲，我是台湾人，我咪是中国人，是人讲黄朝琴。后来整个省议会的议长都是因啊黄朝琴呐、啊。啊，我就想讲，哎、欸，啊、台湾人那去公益啊，你都日本人那样那样。结果去查伊同学录，啊、哦，秘密被我发现了，看下。黄朝琴 MA 对不对 ？Master of Art 政治学，啊，结果对不对？南京政府外交部工作，叫别啊，那就是啊。哎，你日本人现在招中国人的政府来对做脚头了，你日本人呢？是不是？那时候在台湾是不是日本人？我北部阿公阿妈拢日本人啊，你也替中华民国因为南京政府外交部做代志呢？奇怪呢，不怪伊的美国人问讲你是什么人，我讲我是。当然，我也是中国人。啊，别讲你中国人哦，尊多用中国人处理，来去做兵做尊多叫你改你变你的语言尊多哦，因为你讲你是中国人嘛，就是安尼。咱60-70年叫用做奴隶，就是做安尼呢。因为过去有一代人真要求着这个海台湾人，美国人讲你做你是中国人尊多哦，哦，改你搞好中国人去处理，所以才有接下去狗屁倒灶的啦。台湾人在亚基亚去给人讲去啊，欢迎这样，欢迎中国人哦。你有搞错，你是什么人？你是本人呢？我相信天皇一阵看到台湾人做这代志，一定就伤心的啦。我给你通敌50年，给你建设，给你教语言，结果你说换就换呢？战败了，你不愿意承认，但过去北部一带不愿意承认战败，无志气，战败就是战败，人要安尼给你打，你就是实在人，叫人斩拢会使。但你都要有志气，讲我输嘛，我就是输了嘛，和你拍嘛。但是你袂瘾，你去挖中国嘛，挖中国国家好，人家你做奴隶，改你的语言，改你骗，那个种族灭绝了。来，我没时间讲下谁。来，那个我要看影片，放影片，麻烦你。你要照片，先看照片。这过去大清帝国感恩通敌啊。哦在马街那时候，你看马街来台湾，1885年的时候，他是加拿大人，在 Princeton 神学院念书完了以后来台湾的哈，给他搬 tricky， 一准平均台湾人的寿命，这照片从那边照出来的哈，要感谢他们。
平均寿命35岁尔啦，10几岁做老爸啦，啊30岁做阿公啦，啊过来就死啊，真紧。所以在座各位很多人都赚到了哈，超过35岁都赚到了。啊，来，而且注意哦，开始做教育。迄阵的美国人来台湾去啊，给你教育，给你医疗，对不？是不是啦？对啊，啊表示进前无嘛，大清帝国统治一阵无这款物件嘛。所以平均寿命那么糟糕，医疗寿命那么没有水准嘛，所以美国人希望看到很可怜，给你帮衬嘛。啊，大日本帝国来规个给你盖起来嘛，盖得很先进嘛，等下给你看。啊，这过去的台湾人起城起庙抽水贪污啦，我跟你讲，支那人来台湾就起城起庙抽水贪污啦，盖你的宗教，盖你的语言啦，盖你的姓啦，叫你去拜伊尊，那是啥物件？这阿妈在做啥？这是槟榔西施。我跟你讲，以前的槟榔，真的啊，他在卖槟榔啊。你不要叫那十几岁漂亮的女生打扮美美的，穿短裙在卖槟榔啊。那槟榔人口不会下降，你全部改成阿嬷来卖，保证没人要吃槟榔啊，对不对？我去卖，我就不爱看哎，是不是？这样就马上就减少槟榔人口了，对不对？哎呀，你们都听不懂。哎，西厢重造那时候高大祖有那种出鞘，出鞘就是把人头砍下来的意思。啊，那时候有人出草的日本军官给甲公比赛内容，来啊，你看这边，那你高沙族的头目叠套金军官，他、啊、过来勇士，阿妹姐然后提叠钩，叠钩叠钩倒下，不是菜刀啊，是狼头啊，那都是人头啊，一颗一颗都是人头啊，没跟你开玩笑啊，那照片有图为证，那时候北部平埔族被杀差不多6000多颗人头啊。阿吉不能嘛，八龟裂吧？你看，这是他们的那个嘉年华庆典嘛，对吧？跳舞啦，唱歌啦，对吧？日本军官在看，这边有小朋友在看热闹。你看这个妇女手上拎的这个是什么？黑头是狼头啊，那就是拿着人头在那边喊啊、唱歌啊，吓死你！哎，以前漂亮的女生有没有看到？1920几年、30几年高沙族很清纯哦，好不好看？不错哦，啊，你们。征服之后，教你使用最新进的武器。啊，这嘛是吧？日本军官卡一家嘛，在那个驻守的。哎、啊，你讲，一卡拢同木，一卡接下下，人头啦。嘛，不是讲原住民，就要让我在讲原住民啊，上面叫做新住民啊，以后原住民是让下来原住民，不要再用那个字，叫高沙族、高沙族，没有什么原住民，不要再讲原住民，你知道吗？原住民是中共人来骗的。阿英公引起新住民，啊，过了50年以后，他们也是原住民，知道不？不要因为你，我跟你讲哦，还有一个最凶悍的东西，你们只会讲中文，你们被锁在中文的世界来对了。你要会英文，要会日文呢。啊，拜了民进党起来，就是英语跟日语是咱的主要语言呢，官方语呢。你去 Google 搜取一下，你打中文讲到日本都是坏的。掰宅的东西都美日本人的，对不对？我还说为什么中文媒体叫做党的喉舌，了解吗？什么党？就是国民党加上中国党共产党的合作会，叫做中国党的。只要用中文的就是他们的世界啊，里面的观点都代表中国的世界的观点啊，干不是啊？你刚才看就看中文的世界的东西啊，你受到教育也是这样子啊，啊你跟人变也是这样啊，所以各级中国人该通敌啊！呢，一开始不准你讲日语啊，干不是？你讲台湾人就韩版讲话，那有韩版？那是因为用你的北京语跟你讲才韩版呐，啊，不你用台语来变看，啊，不英语、英国、日本国来讲看麦，对不对？所以他等于是把你两只手绑在后面，现在让你怕。所以那时候我们受到很多日本教育汹涌来个野系统里面要去跟人家接受人家系统，你已经天生输人家一半了呢，语言系统都不一样了呢。啊，讲起想起嘛。这个，这是刚才哈，因为出差的代志太贼啊，那个一进去就杀很多人，啊，就有他们进去国小里面杀小孩子，啊，这个是生还者，就是一个日本老师带了几个小朋友，把他藏在粪坑来塞坑来的，救出来生还者啊，其他照片太残忍，不给你们看看这个就好了，生还者的照片好不好？啊，就开始接受教育，就不会随便砍人杀人啊，啊，小朋友很可爱，对不对？你看第八联队进入台湾。好，他们那时候开始用蜡笔画画了哦，很可爱哦，我在找出那个时代的画哦。哦，来，你看，哎，得上勾路的女生多漂亮，你们会不会看人？
那时候咱阿公阿嬷的气质就是这样，现在都没有了。我跟你讲，我这眼睛这样瞄过去都没人水哦。那阵的台湾人是生怎安尼哦？很自然的嘛，你的环境，你的成长过程，你有没有觉得吼？生活较好了以后吼，台湾人的脸较水的。啊，但是迄日本时代都生都遐好看嘞。你要拄只看留欧美迄款嘞，那个教养，你就从他的长相看得出来嘛。从他的穿着，你看第三高路的女生，你无通嫌嘞，每个都好看。我老婆的第三女高的，第三高路的。对啊，北一女的裁缝课啊，那时候打到马尼拉，我们上街游行，啊，这样这都一样，不是中山堂啊，中山，公会堂对，正确，日本时代每一个台北市的市民交一块起起来，迄阵一块就大块哟，过来医院哦，你看公会堂内底是啊，是哪呢？你看，你有做餐饮业不？你看人家厨房的。盘子碗怎么放的？日本时代哦，这么干净哦！你看那个厨师都要戴白色的帽子，在那边很像外国 chef， 在外国的厨师有没有？法式餐厅是日本时代1930几年的日本公会堂，撞球桌有冷气的西餐厅，沙刷楼、快速道路两边竖，再来慢车道，有没有啊？你看这棒球队，日本时代棒球队。台北市室内校棒对抗赛，华山对南门国小，什么红叶队拿棍子去供酒桃，那我要扣脸，那是叫中国流氓难民嘎出来在变安啦。我们日本时代就是这样子，有帽子，有球衣，有球帽，有手套，有棒子，有球，有队旗，有教练，有领队。黑伯扣脸一下啪他啪弄啪他。甲子园的最后 final 啊，不可能的、啊，一定是全民的运动。到我手边几百张了，全台湾各个地方的棒球纪念照了。待会还有高雄软式棒球，有硬式有软式，日本时代都像那了。这是普遍的全民运动，日本时代全民运动啊。一直有公车、啊，台北市公车、啊，台北火车站的前身，神社。来，就讲建中的男生啊，帅啊，是吧？凶哦，那个霸气哦。对啊，建中的好青啊。建中的男生，这是哪里？欧洲吗？管前路走，台北车站出来走到底就是这一间了、啊。没有人在殖民地盖博物馆的啦，就是因为它是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嘛，它盖博物馆嘛，才注重生活的休闲生活嘛。荣町等于基本上衡量路要附近啊，中都府、总督府，你看这北岛的车呢，这是 Life Magazine 生活杂志里面的封面，我们台北车站的封面。这是什么叫？有个哥哥，对哦，这应该昭和明治桥啦。中山八路叫做表参道，走到底就是这个桥啊，上去就是圆山，上面就是神社啦。表参道的去神社去拜的时候，那条路啦，啊，日本嘛表参道你嘛可以行啦，到尾也就是新社啦。哦，啊，台湾博览会，哦，在丁馆看新公园。台北车站第二阶段啊，你看，看在大学先修班的好心，阿 K， 我准备要看完你放影片了。阿就讲，在台北公会堂的国标舞比赛，阿公阿妈一阵时代，你看以前的啥？你看头发 set 都该怎样？你看我连乡下新竹的乡下的幼稚园老师带的照片都有。哦，那你海军台中港下来以后吃饭，就台中，你看好漂亮哦。日本天皇来，哦，台中金州出口一阵的照片，一阵哦，日本时代安尼哦，你看人穿的衫，跟我嘉宾人啊，穿短裤啊，穿slipper无安尼啦。你看台中神社，你看，很可爱不？你那有够水不？就够水的哦，一阵台湾你那呢？你看日本时代是安尼呢？丰原家政女学校，我叫对头台北对北到南屏东拢有呢，平湖的橡皮拢有呢，这彰化的自来水水源处，恁家家对吧？台中女中的合照，有精致不？头发干净，整齐划一，穿白袜白鞋，漂漂亮亮的，来放影片。放影片哦，
高雄软式棒球队。电力关掉。我はこうした情勢を打ち破るために北に強固なる国防の一線を画しさらに南に産業と経済の生活線を開いていかねばなりません。こうして熱と光に恵まれた台湾、それは我が日本の富の泉であります。日本領土の中でただ一つの熱帯及び亜熱帯地である如今1885年4月17日，《台湾条约》签订，台湾归属我国，一部大日本帝国。明治28年执政40年，做了这个影片。新兴的台湾。你管？管那边呢？就要变那了，一般追击就要变那。技师团团长亲自来执政，总部是正式。过了40年。改立之前被大清帝国当作化外荒地，台湾人民叫做化外之民。改立之后不以帝国臣民，平定土匪的叛乱，产业的指导奖励，铁路、港湾交通建设、通信、卫生准备、治水灌溉、理番教育普及、地方制度改革或军事方面都非常完备。その成果を上げ、ついに今日のごとく全く赤日の面目を一新す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ります。核のごとく単日月において好成績を上げた者は、これ筆教我が皇室の一致同意の計画と申すまでもなく、また官民一致協力の台北那时候有夜景，你怎么去给他看夜景？夜景表示有 infrastructure 基础建设，电线铺的很好哈、哦，路灯每家供电量都很充足。这大北桥，台北桥。明治44年1911年8月有台风，趁这机会把过去大清帝国起的一根奥柱拆掉，冰冲。当局はこの機に淡水川岸壁の築造を完成し。留下城门做纪念。その後にリングガーデン、すなわち三線道路を設け、理想的都市計画を実施し、全く市街の面目を一新したのであります。中豆腐。台北市の中心であるいわゆる城内は空港があります。台北做知识，蓝军司令部，中央研究院。台北医院。铁道部。邮政局、地名局、台湾电力株式会社。崭新的时运之光，総督府から北部一帯には立ち並んでおります。台湾都市は機械あるもの、外来の旧式な建物から近代的文化建築に移りつつありますが、特に台北市の文化様式には著しい変化が現れております。しかも一般に台湾の文化様式の都市は主要街路が放射状に、あるいは五番の目のように拡張され、淡々たる大通りは人道と車道とに分かれております。その人道は我が国においては他に例を見ない独特なものであります。
你要看那个度量衡到小数后三位数。台北駅你这三人力车阿毛这taxi 可以停车，人力车は大変賃金が安いので盛んに利用されております。また台湾には騒音を立てて走るあの不愉快な電車はありませんので、自然に静かな快適な街となっております。这个是咧林志佳啊，中山北路家店。台湾神社は台北の北端にそびえている。台北港の人日本市来的企业家是都不惯，台北放送局两个机的王子机跟台语台北放送。台北市内の大道亭と万華には本島人の居住者が多く、中でも大道亭は本島人の商業区域で米茶の取引の中心を成しております。レンガ造りの大商店が軒を並べ、城内と甚だ異なった異国的な城址を漂わせております。你没看见阿嬷白卡的吼，这段开始也要你看一下。朝廷流れる淡水川であると答えます。これが台北市中を流れている淡水川。遥か彼方に見えまするのが七星山であります。北東温泉、休闲設備必ず一度は温泉と言われている。日本時代帝国的建設考慮到很人性化的設計，非常に繁盛している温泉であります。还有高尔夫球场，淡水高尔夫球场就不是在创建。ゴルフリンク、もないちのゴルフリンクも遠く及ばない。なかなか優秀なリンクでございます。新店。新築地方は北部台湾中最も古くから開拓され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して。その開発は遠く約300年の昔から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そして新築はかつては北部台湾に向けて文教の中心地でありました。本館棟が主なるものでありまして、日本内地はもちろん英国、米国、ペルシャをはじめ各国に輸出され、内地及び海外市場を相手とする你看以前打完打日东混杂就出名，你看你制作过程。一开始是安内哈过来一个机械化，日本时代一直都是机械化啊。过来生产线，那阿公阿妈做一直都是安内啊。生产线头发都弄干干净净的，挑茶叶分类，制作输送带，是吧？
再跳一下。哦，另外有台湾的京都之称哦，小京都之称哦。新興の都でありまして、路灯や水、築整然として、緑川、柳川の清流を擁し、柳を配した台中市は静かに美しく、台湾の京都の省があります。张阿姨啊，来跳一下，跳一下，再跳一下。台の地にあることは。五重公園。市にいろいろの果物を生産するに恵まれております。はい、じゃ跳一下。2000万駅の色を称えております。昨日の電力会社は24万駅の電力を準備することとなりました。一直就是输电，你看那天的高压电南北配送，日月潭往北往高雄，一个 infrastructure 基础建设开始走的。再跳一下，跳一下，再来，你去又跳一下。啊，过来，这阿里山。来，再跳，再跳一下，跳一下。哦，这咖喱，哦。台南州下にあり、在台湾没有什么偏远地区哈，都是一样建设哈，同时进行。不跳节，不跳节，再跳。本部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再跳。行业也是一个哈，再跳一下。哦。次第に発展し、你看，工厂弄出来，包括铁路建设一起送到港口哈。しかしこの間、政党会社の努力は。真に涙ぐましいものがあります。台湾行业是在这时候做起来。世界における台湾工業の地位は、台湾面積那么小，仅次于古代印度跟爪哇。第4位に住んでおります。そうして我が国工業の中心すなわち主産地は言うまでもなくこの台湾でありますから、台湾は大いに花が高いわけであります。国の文化の程度はわかるという佐藤メシア人。啊，你看以前就是这样的哈、哦。以前就用这种耕耘机在处理啊，机械式的。点心啊、炼乳啊、罐头都是靠这个行业走的。像红来罐头啊、炼乳啊。ここ10年間のために衣類も大地の100兆に加まりました干渉は絞り取られて落ちたのであります。当作燃料用。糖蜜からアルコールが作られていましたが、国家の燃料国策に順応して豆腐、豆苗、火薬にして実験しているのであります。不是只是工厂制造。我が国の燃料自給自足の国策に台湾の製糖業試験所一大貢献をなさんと準備中であります。跳一下。竣工されました。哦，这个很重要的哦，日月潭。村山貯水池の呼ばいあると言います。東洋第一の水源地で、台南州が15万甲府に給水しております。水路の延長は竣工した時にあります。高高高雄。来，这边也跳一下。啊，这港口一准就是安尼吼，铁人港甲高雄港都是这样来运输的。啊，再跳一下。南部の地に帝国南進革新しているのがあるでありましょう。啊，你看一准的高雄港边的迄款工厂，起的拢真，哎，你看好像在日本的，看到伊什么哩？祭り。カイロ神戸を出版して三昼夜。文字を出て二昼夜で着きます。船は1万トン級の優秀船6隻が配せられていて、内大定期航路は内地と台湾との航路とも思われない豪華版であります。内地日本の内地到台湾。台湾は南方開発の国策指名追考機関として新たに創立せられた。台湾拓殖会社、移民招致その他、未開地の開拓、綿花の栽培、拓殖金融事業等種々画策されております。
台湾にはまだまだ開拓の余地が残されておりますが、台湾拓殖の使命は一人、台湾島内のみならず、男子南洋における法人事業の助成をなし、法人発展の中枢機関としての使命を持っております。内大無線電話、無線電話、内大航空は東京大阪東京大阪福冈台北の間をわずか1日の連絡に短縮されております。内地と台湾は常に接し、産業と経済、南進国産の台湾さえもいる有様であります。我们高砂族的，また巡査や教員になっているものもおります。警察有老师、この者が万人と呼ぶと、彼らの中には色をなして、我らも日本人だ、万人と呼ぶのをやめてくださいと訂正を申し込む自覚ぶりであります。さて我らはさらに目を南に向け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好，我们今天上课上这边。